题 ，B 有问题，那是你自己的问题，那不是牛逼的问题。全军出击！奥恩出门不买装备。打个鸡蛋吧。哎呦我，蓝色的铁男。哎呀，这玩意儿干啥呀？这挺吓人呢。我直接多兰盾不要了，我直接打个红宝石吧。好运就是霉运倒霉了。你咋那么凶呢？我是不是给你点面子了？我发现我老山羊是这么好欺负的吗？我是不是给你点面子了？我给你个大嘴巴子。我是不是给你点面子了？我发现给你俩狠的。再给我狠一下子，我看看。我真是给你点面子了，铁皮人。我真是给你点面子了，铁皮人，你给我下去。铁皮人。我不需要伙伴。来，铁皮人，给我起立，吹气儿，咚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扣一下，你先扣他，你先扣他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，我的人头。其实该打个爆破走的，我算了。高手过招，刚才狗头人确实是高手啊！这狗头人一看就是个小带，这是不敢担呢。W， 哎呀，短扣一下，吐息短平 A， 点燃平 A， 接扣接起立。太拼了，那 W 技能都没有，还跟我拼。五分钟刚好吃塔皮。闪现，羊来，羊走，吃炮车，
溜溜球。门了，我在想我出哪个呢？你说我出日炎还是出冰拳呢？冰拳性价比高，伤害低。不过确实现在冰拳厉害，来冰拳吧。冰拳便宜，抠一下，补击敲一下。抽一下，补吸，抽一下，扬来起立，再见，我打了，我说停停。再见，跳弹吐息点炎接平 A， 妈了个巴子的叫人是吧，真恶心。为什么不下去？因为我能杀他呀，我有什么好下的？我敲一下他死了。你要干啥呀？你想干嘛呀？你别走啊，你也别叫人，这波俺俩打一下子。你不挺狠的吗？我看啊。嗯，居然空了，我没想到。
你给我起立！先来个水银海吧。二发没了，可以啊，狗头人，你给我干他来，我看着加辽，我就反，我套点盐，给我打死他！你给我起来！你咋的呀？不是你咋的？你咋的？你好使啊？我们家几个人呢？太欺负人了！再打个爆破，好了，可以啊！这狗头人这波，狗头人有红啊！狗头人有红，狗头人快去！以他们家的阵容，我需要一个。深渊面具，来，我下路一打三，人有点多。哎，我不屈自强到了，吐息，短扣一下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闪现吐息，扣一下，短起立，平 A， 嘎聊，你跑啥？你给我减速！这狗头人真犊子啊！啊，我死了，然后他收人头，你看这小子没？真不是个东西呀、啊，这狗头人！这个小犊子，我到了，给我越塔，尤其是这小黄毛越塔杀，来抽一下，平 A 吐息，起立，必死，抽减速。给我追！这嘎里奥，我必杀他！今天你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没起来！怎么的呢？我这么老些魔抗呢，你要杀我，小伙子？你知道我魔抗多少吗？这叫170的魔抗。漂亮狗头人，
这叫228的魔抗啊，紫炎之力完事儿，咱再来个振奋。最后再出一件物理抗性装备。哎，算了，振奋不要了，出个反甲加狂徒嘛。人类也做过一些好事，比如啤酒、黑啤酒。我干他！你给我起来！起立！吐息！狗头人死了！哎，哪来个小黄毛？放一下子吧。Q 一下。W 敲。还行，打死了，可以接受。这山羊拿人头是真拿不着啊！好难拿呀！快来人救我，我打不过他，他害怕了，你应该害怕。你的确应该害怕。你说你都没有被动，你还吃我炮车干什么玩意儿了呢？我寻思他有被动呢。滚！别跟我站一块儿。来人的第一反应，我们是先跑啊。1200，差200块。我曾经用一个单纯的世界之树造成了巨差，那真是个万万的。哎，走呗，抠一下。我吃炮车，他有大那就没办法。闪现干啥玩意儿的？那他没有大，我肯定闪现呢。那谁知道他有没有大招啊？那他有大招，我们就死呗。有大那咱就没办法了，先来个反甲。再出个狂徒。我大不大，我顶你。我顶。你今天给我走不了，我告诉你，咖喱哦，啊，给我起立！刷的就是你，让你赶开我，小黄毛他都不管了，你再扣我一下子，我不让你起立吗？
还得是魔法伤害，我发现物理伤害太疼了。哦哦哦哦，咱可管不了，给我挡一下子。你在左边，对，他不敢跳，他跳他不死吗？他敢跳吗？不敢跳。我们这好几个人呢。先出个小反甲，升个14级，我给你们升级呀、啊！那攀升呢？不是送人头，就是抢人头。来，杨总，我顶一下这火蓝好，好重，要呢？哎，我为啥有助攻啊？哎呦，致命点燃，我来，我点，扣一下。他过来给你打个装备，算了，你不配。我给亚索打一下。我人呢？我给亚索打一下。我再打个红宝石。永远三个头，没办法，拿不着啊。这英雄拿人头多费劲呢、啊、哎呦，我火蓝 QW 锤起力走了，不打了，没技能。他没有大招，找他去。羊来，羊羊呢？挺烦人啊，要杀我！我的天，你给我挂杀了你！你俩能打死我，厉害了！再见，再见了！哦哦哦，我抠一下。我们就让着火蓝打，打吧，嗯，打吧，回家了，这不会死的。这魔抗也不行啊，这270来多魔抗都假的呀，这烧人咋那么疼呢？还没有法穿呢。W 有个屁用，又不给盾。哦，被锤死了。我知道他是百分比，你百分比你也得算我魔抗的，我魔抗高他打还不掉血，百分比他不还是百分比的魔法虚区，他要是百分比的不给你打，我去给狗头人打的，算了，狗头人不配，我还是给你打一个。他的头发跟你打的像吗？谁的头发？他的头发。
他的头发跟我哪像了？他这是胡子，他没有头发，他是个熊猫。不对，他是一只羊。哦，卡莎呀，那是个女的。那头发跟你的羊角是不是很像？嗯，好像是挺像。谢谢你的小兵。要问我更喜欢什么工具，未免太幼。我已经十年没看见过狗头人了，他去哪儿了？羊儿，羊走，给我开大蓄力 ，QW2连，好彩，致命减盐坐月。什么小黄啊！起立！我乱棍砍死，打死这个铁男！嗯，我悠吧，我来打个反甲。蓄力，哎呦我，哦哦哦，这可救不了了。我们吃一堑长一智，这火蓝打我烧我有点疼。他一个被动能烧我40点血，大概。我们有25个助攻。13.2，给你们结个账。